女人买包天经地义，老公管不着。要维持26年的婚姻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啦。包买的越多，婚姻越长久。我一进去看，柜姐就跟我说只有一个。我去了，钟平哥也只有一个。钟平哥只有一个，但男人很多啊。对啊，挺多的。看完《黄金岁月》，请锁定《姐妹亮起来》。以上节目由台盐生技绿米雅冠名赞助播出。